就是临时的一个休息点。对，修复很好的。是，用水的时候用了一部分，剩了一大部分，剩到这儿，今天这换了一天换下来了。最大的心愿吧，就是早日消除病毒，让那个疫区的隔离完以后早日回家，在春节的时候能团家团圆，平安的过一个祥和的春节。